建筑物中的废物处理是公寓管理的重要功能。我们非常感谢您能协助我们确保所有居民的废弃物都被有效处置。每个公寓楼层都有垃圾滑槽，请确保您的垃圾袋装化且只包含生活垃圾。纸板箱或披萨盒不允许放入滑槽，这些物品会阻塞滑槽，并且清除过程可能是非常繁琐和昂贵的。所有可回收材料，包括玻璃和纸板，需放置到指定的回收区域，请参考您所在楼层的标识。如果您不确定其位置，请联系您的公寓经理或管理员，他们在您公寓中工作，以随时帮助您。谢谢您的支持和协助。